老逼心机很重，偷偷摸摸把二维码啊露出来，假装自己扫让别人扫，结果没人扫。这他妈是李哥的号，你信不信孔雀我让一个人扫他一定得扫。来孔雀你给我扫啊，来孔雀你给我扫啊，孔雀你想扫多少，孔雀啊107为啥不发，或107觉得你秒了丢吧，不用你扫吧啊，秒一千秒一千，我孔雀先上。下一轮再轮到你和五弟好吧啊，我们要保护我们李哥，李哥进阶成功啊，让李哥进阶11000的宝宝啊不再心寒啊，其余的交给我们鱼岛兄弟好不好啊。李哥你不用管了，后面交给我们的鱼岛兄弟，我完了有孔雀，孔雀完了有妖，妖完了有五弟，五弟完了还有七哥，今天我们要保护你的宝宝进阶到110。让你进阶得破产，孔雀你别多，你再多说话让你再给你个二维码啊！兄弟之间就是这么信任，不管是病毒，对不对？还是乱七八糟的网站，还是支付的额度啊？我给孔雀，孔雀包扫，电脑爆炸也得扫，孔雀就是这么讲义气。孔雀这种比较讲义气的人，放在古代，对不对啊？那种打架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肯定两击就死了啊，就是电视剧里特别悲壮的那种人物啊，为了兄弟两肋插刀，然后死得特别快的那种啊。9点、7点、9点、8点、9点，来吃七，110，靠！我们唯一的进阶一次100。成功，但是108了啊，108。吃七没有爆，吃八没有爆，吃八还没有爆，吃八爆十，吃八爆八，还得再吃八。哎呦我去，这只宝宝已经这么努力的不停的在吃八，没想到这么吃它还是不够。兄弟们，这波进阶100真的死得太惨了，我们非常努力的一直在吃八，狂吃八，结果最后还是199啊。哎，这波进阶能看出啊。有针对啊，兄弟们，咱们鱼岛850万收八，鱼岛850万收八，有高八的兄弟们直接在鱼岛摆摊啊，850万收八，因为已经买不到了，钱不是问题了，吃七没有爆，吃八爆十，吃七爆九，这轮舒服啊，73，这把我们就跟他正面刚了，你他妈咋的？我八没有货了，我就吃七，吃七90我有机会，不爆我也有机会，孔雀吃七就是七。91怎么了？91我吃八，对不对啊？孔雀还说吃七，孔雀你充了1000块钱，你就想这么花是吗？啊，追求极限的这种花，你跟他拼了啊！兄弟们，你们说孔雀充了1000，孔雀实话实说，是不是有发言权啊？是不是孔雀说拼，咱们就得上啊？来，我们听孔雀的，孔雀充钱了。孔雀给我上，我操，孔雀暴力，孔雀竟然吃七爆了九，奇迹出现了，孔雀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好了，我们的微信号是，好了，咱们再高价收一个高八啊，数字这么吉利是不是一定成，兄弟们公屏一起给我喊一波啊，110啊，进阶110成功，祝福压我进金成功，背景音乐先放，来110啊，成功了，我操，孔雀牛逼啊，孔雀牛逼啊，孔雀两个神奇的七拯救了本次的进阶啊，孔雀你知道吗，让李哥欠你个人情有多难啊，李哥是什么样的实力你不是不知道，李哥从来没有张嘴求过人，但是李哥得靠你进阶110，你甚至还赞助了李哥1000元啊。